只能先等雨停了。这是我们的新甜点，今天招待。突如其来的暂停，原来是为了等待好事发生。现在，好事发生。Vacanza。抱歉，今天草莓塔都卖完了。可恶，平常都吃这个的树。不然今天试试看前排好。以前怎么都没想到要点咸派。与其原地踏步，不如放胆前行。现在，好事发生。Vacanza。没电了，没带到充电线，算了，把时间留给自己吧。别具滋味的从容，是等待好事发生的仪式感。现在，好事发生。Vacanza。